现在就来到了威尼斯。搭完高铁换搭船，现在我们来到 Venezia 威尼斯。很多人以为 Venezia 是岛，其实不是，这些都是沼泽地，感觉很像很多码头，然后用好几座小桥连接起来的。现在是中午，我们要先去吃午餐。这里的交通工具不是车子，都是船。今天的午餐是海鲜，这是白酒蛋菜意大利面，在家我蛮常煮白酒蛤蜊意大利面，大蒜、干辣椒、橄榄油、白酒蛤蜊面，这里的有加番茄，回去我也要试试看。Buono, bravo， 很想要再来一些，但其实在意大利面都是前菜，后面还有主菜，炭烤鱼排、炸花枝，这个也好好吃哦。最后有嫩过了熟的提拉米苏，卖相不大好，但真好吃。每一家餐厅的提拉米苏都不大一样，都有自己的风格。意大利菜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即兴，这部分跟中式料理很像，好吃不做作，我喜欢。You should come。本节目由 Trisola 智能药盒赞助播出。